们现在是在南二高白河这一段哈，现在时速公里应该是110公里。哎，目前那个3.5G 现在还在上网当中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中华电信的3.5G 设备。来，我们可以来试一下传送跟收发 email。好，目前可以看到 email 是在传送接收状态。好，可以看见那个 email 收发是正常的。我们还是保持在行进当中。好，这个是实测。好 ，OK。